Your Life 广播剧场《悲天使》天使长伊比斯迟啲会揾你噶啦。吓、啊，死啦！天使长要罚我，定系子宏会出事咧？新明，你冇事啊嘛？哦，冇乜嘢，有啲攰啫。啊，嘢食到咗啦，食嘢啊！好啊。系咧，头先嗰位小姐系……哦，佢叫美娜姐姐啊，系我音乐学校嘅同事嚟嘅。我教钢琴，佢就教小提琴。佢好叻噶，一个西班牙人，但系可以讲到流利嘅广东话，一啲当地口音都听唔出啊。嗯，美娜姐姐点解会喺度嘅呢？唔通你嘅工作同我一样，平定未信神嘅人，竟可唔可以上天堂？但系天使长都话过，天使都有好多类噶、哦。新明，新明，你冇事啊嘛？呆晒咁嘅？哦，系系，唔好意思，我冇事。快啲食嘢啦，差唔多要去影婚纱相噶啦。哦，咦，系咧，小慧，你同阿峰点样识噶？我同阿峰自细都喺同一间儿童院入面住嘅，我哋入去嗰阵都已经系六七岁嘅事了。嗰阵男女分开家舍嘅，所以我嗰阵时候都未知有佢呢个人噶，只系听过佢个名。吓，咁点解你会知道有一个咁嘅人嘅？因为阿峰喺院入面系头号问题青年。食烟饮酒不特止，仲成日唔翻家舍添，所以家舍家长就成日罚佢啦。当然啦，真系好过分嘅嘢，佢就冇做过嘅。哼，第一日见到佢个红头，都估佢唔系好人噶啦。不过小慧你咁乖咁斯文大方，又点解会同阿峰一齐嘅？咁就要由我中四嗰年开始讲起啦。嗰阵时冇钱去继续进修钢琴，所以就嚟咗呢间饺子店入面做暑期工。但是我就发觉有个男仔日日都嚟，先生你好，请问要食啲乜嘢呢？一碟煎饺子啊。好啊，先生你都好中意食煎饺子，日日都叫呢碟嘅。系啊，我好专一噶。系咧，其实你认唔认得我啊？
我哋系喺儿童院住噶。哦，原来就系你，何华峰，怪唔知得咁熟口面啦。嗰阵时候你喺儿童院啲恶行咁多，我谂都冇人识你度。我知道嗰时好曳，但系我而家冇咁坏噶啦，我有努力读书噶。你唔使咁大反应噶、哦，你变成点都唔关我事啊。我去做嘢先啦。就是因为他日日都来找我，那些同事就全口风喜欢我咯。那阵时我在想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没有理由他会喜欢我的。还有我对他的印象其实都很差的。那为什么你又会跟他一起的？有一日阿峰埋单的时候交了张纸仔给我。埋单了，礼拜23元，你应该很清楚的。哦，嗱，23元。多谢晒。咦，有张纸仔、哦，打开嚟睇下先。喂，其实我中意咗你好耐噶啦，只系觉得我同你嘅距离好大，所以我冇勇气去同你讲。我个人冇咩大志，只系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。其他人点睇我，我觉得一啲都唔紧要。但自从我知道你为咗自己嘅目标而努力，我都希望为自己做翻啲嘢，亦希望你可以对我改观。喺我成功嘅一日。我会来找你的了。咦，那之后呢？之后他就没再来餐厅找我了。听朋友说，只是知道他入了香港少年篮球队，去过新加坡参加亚洲赛，而香港的队长呢就是许子宏。哦，原来子宏做过篮球队队长的，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。那究竟你们几时一起的？直到两年前的一日，阿峰来到琴行找我。小慧，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。咦，你点知我喺度做噶？嘘，你唔好咁大声先啦，会嘈到啲小朋友练琴噶。Sorry 啊，我实在太兴奋啦。小慧啊，我今日大学毕业啦，你睇下我张毕业证书啊。睇下，咦，系、哦，恭喜晒啊。唔止啊，我仲搵到份工喺杂志社做噶。小慧啊，我已经修心养性，你会唔会接受我啊？吓，接受你？我想同你做个朋友嘅啫。哦，你都几搞笑㗎喎、哦。咁样既然你有今日嘅成就，身为你嘅朋友係唔係应该请我食餐饭先？好啊，冇问题，你放工我嚟接你啊。跟住我就发觉佢个人虽然好似好轻佻咁，但係内心只係希望得到其他人嘅注意。佢对我虽然都唔算係无微不至，但係都总算照顾周全嘅。你哋嘅相遇真系好 sweet 啊，小慧啊，我预祝你哋永远幸福快乐。多 谢。咁你呢？你同子宏又点啊？咩点、啊？我觉得子宏好中意你、啊。吓，唔会啦，有边个中意啲咁傻嘅女仔啫？唔系咧，我觉得你哋两个真系好衬嘅。唉，傻啦！哎呀，死啦！成两点半啊，我约咗阿峰3点去到中环影婚纱相噶。由葵芳去到中环搭地铁应该赶到嘅，我陪你去啊。好啊好啊，你仲可以喺影相嘅时候俾到啲专业意见添。咁又唔好咁讲，老板娘啊，埋单啦、啊，啲钱放喺台面啦。哦，得啦，多谢晒，下次再嚟啊。小慧，你到啦。唔好意思啊，峰，我哋挂住倾偈，所以迟咗啊。唉，唔紧要啦。喂，心明，你又嚟啊？你笑紧咩啊？阿峰，你个头做乜搞成咁啊？你个彭心明，笑咩啊？影婚纱相梗要染翻黑个头噶啦。系，小慧，快啲换婚纱、set 头、化妆，我帮你手啊。哦，好啊。小慧，你哋慢慢搞啦，我等你。嗯。你啊，点可以喺个角度影噶？会影个阴阳面噶嘛？唔系啩？仲有啊，你喺度开盏白光灯，咁咪影得样靓啲咯。真系？梗系啦，你要信我啊！我系加州艺术院院士啊嘛，你讲咗好多次啦。唉，就系、是、你啊，搞到我影咗3个钟头都影唔到啲咩相咯。阿何生啊，其实你请到个咁好嘅摄影师，就唔好叫我嚟啦。唉，摄影师，唔好意思啊。
我呢个朋友系多嘢讲啲噶啦，仲唔同人道歉？似乎我又过分咗啲嘅，唔好意思啊，其实我只系一个中意影风景嘅傻仔嚟咋，影婚纱相都系你在行啲，你影得好嘅。系啊，摄影师，你唔使理呢个麻烦人嘅，你继续影得噶啦。嗱，你哋话噶，嗱，开始影啦，一、二、三，笑，两位再 close。系啦系啦，非常好啊，我哋试下影啊。喂，新明，你而家即刻嚟教堂。而家，喂喂，新明，你冇事啊嘛？你面色唔系几好喎。冇事，系有啲急事要做啫。我转头翻嚟啊。新明唔知咩事咧，个人咁惊嘅，系唔系头先个电话咧？只不过佢个电话唔系冇电池嘅咩？我得未啊？望镜头啦。哦，好。盲眼啊！詹市长，你喺唔喺度啊？咦？点解教堂好似唔同咗样咁嘅？呢度多咗把金色长剑喎，仲有火焰添。咩事啊？死啦！脚软添。詹市长，天使心灵，我哋知道你犯咗错，你应该知道我想讲咩噶啦。我知道。我都预咗有今日噶啦，《You and Life》及香港网络广播剧团呈现连载广播剧《悲天使》第七集，故事 Jason， 剧本改编及监制维斯里 Ada， 后期制作维斯里，声音演出。Winnie Aquavis 饰演心明，维斯里饰演天使长， Ada 饰演美娜， Aroy 饰演阿峰，即其饰演小慧，并由 That's Why Mandy 联合演出。第七集剧中，下集再见。你有冇佢哋咁好戏？你有再开古仔？有啊，唔好等啦，请即加入香港网络广播剧团。我哋需要大量有潜质嘅演员、编剧、制作人员。唔理你系男定系女，老定系幼，总之你自问有料，就加入我哋剧团啦。机会错过咗就冇噶啦。详情请上去 www.dhk.soc.hk。我哋等紧你噶。阿峰，你个头做乜搞成咁啊？你个彭心明，笑咩啊？影婚纱相梗系要染翻个黑个头噶啦。点啊？你讲错咗呢句。你再有一次讲错呢句。再嚟个，再嚟个。好。你个彭心明，笑咩啊？影婚纱相梗系要染翻黑头噶啦。唔系，我真系一路笑噶，我系真系一路笑。